又看到了一家这个画画的地方，但是一想想自己的画技还是算了，但是画画也挺好玩的，去吗？去不去画画？耽误时间哈。这旁边有血，他给我发黑，那大的吧。没有种楼上排骨的既视感。有够好，哎，这有创意，这很好看。嗯，这是好，感觉没有好。阿七姐，请说一下地点工作人有信心吗？说实话，一点信心都没有。以前倒是学过几次山水画，一直想学画那种素描。就是昨天在我凌晨四点的时候就看到这家店想来画画，画什么呢？我现在不知道。哎，你觉得我应该画在那里，还是画一个自己发挥的那种泼上去的？要画成一模一样，那这也太难画了吧？这个太难画了。请问一下，你是对我的这个画技这么有信心吗？这个未免也有点太难了，这是一般人能画出来的吗？可能一般人能画出来，我确实是画不出来。这还有细节，你再看我这个。你觉得我这个画是自己留着还是画在哪？你可以画了一个边，但是我不太想画，我喜欢这个伞的。我的身体都磨成尖，我自己创作了啊，我不按常理出牌了。第一视角，三拿丢，尴尬吗？很尴尬，这不会像一个儿童画吗？虽然还有人在观看这个，怪不得这么多人愿意来画画，我画成这样都会哭的。妈呀，更丑了，这样吗？啊！救命啊！我现在在我专辑里面形状画，我只现在只能往上乱涂了，然后这样，添一笔美妙的色彩。那你的创作理念是？随意，这是我们娜娜给的这个边啊。对的，看出来了。那哎，我后悔了，不应该加这个，更丑了。真的不太满意，但是比之前强多了。我准备把这边换个色，先换个颜色，换个什么色 ？Later。其实直接在这里画一块白，然后上面写字。这块白是要看的。是啊。渐变色。对啊。考一考。满意吗？刚开始的前四个满意。